你大概愿望是啥物？钱呢？人无怀才不富啦，咱若是想要好嘢，就要付出代价。我是专门讲鬼鬼哦，人来我家就死路一条。 任务完成了后，咱三个人就会当翻身变做好人。两位哥哥，咱这个人赚到钱，你有啥物愿望？你要创啥？我的愿望就是，我不摕到钱，请医生替我妈妈当心脏手术，去一栋豪宅。 看是不是搁敢看我袂？我的愿望哦，不管看我人伫倒位，这永远拢有恁爸仔听。我想要办一个足正的婚礼，一世人我一定互你过到幸福啊，嘛永远久久长长，白头到老，永远拢袂分开。相信愿望就会实现。 兄啊，发达啦！你若想要来，甲你这结拜兄弟一脚踏开，你明知影一世人我上注重的就是兄弟情。你咪可是我想要弄的啊？我只是把这客人，我想要跟你计较。你敢不知我甲你姓公阿伯，一差爹都位，一差爹一个是娶千金大小姐，另外一个娶的是曾卡斯。 所以你甲白姐会当兼分到你，才会当安尼一直甲我打铁涂骹的。我的老公讲，你这人要什么名牌就是贵妇，气质是天生的，用钱买袂着。你就是安尼，总是认为有钱的人上好。我就是爱你的气，你有今仔日，总是我孙丽红的功劳。我介意，从来都不甲丽红当做是我的结婚的对象啊。 我无杀啦！我只当无杀啦！拜托，信哥知影，所以用尽心机才能变做周太太。信哥，你的情话是话，家和万事兴啊！某永远永远都是对的。小春英公司是不是要去美丽家园啊？啊，到时阵叫去订一间啊！ 只要我搁较拍拼一挂，你一定会当完成买厝的愿望。有梦最美，早日完成劣币吧。大妹妹下班进前哦，这女魔头就要出来麻烦。任性、傲娇、阿爸性格又过半，仗势欺人霸道千金。仗，进啦！万姐，我介意你。 爸爸爱你几啊个月薪水，你竟然敢家杀掉？警察先生，小胆子嘞！恁家的警察哦，专门咧找阮有钱人的麻烦，搞阮当作是 ATM 提款。啊，是我老了嘞，甲阿姨斗主家。没，等你一出事就是千金大小姐的命，所以你还是要做一挂家己较无熟悉的代志较妥当。对员工的态度，悄悄的。这就是恁看到我无拍招呼的哈。 24点钟，就要阮摕到这个标案 ，so no pain no gain。 你是我本家物业接班，你有这个责任来完成爸爸心愿。这个标案，安盛发集团势在必得，向前看齐。我今天摕到这个标案，看起来咱两个人联手合作，效果袂歹哦。老陈，我介意。 正规以前就改。我即摆是安怎？公司是护理一来搞检讨的事。我话知影，你客气员工，你这个副总卖做。妈。
可能唔知影，平常伫咧公司赚钱对我来讲有偌重要。这只狗我害死。为什么我的人生一直好急流在走？我的女朋友啊，有我爱的。爱情要面包来配好吗？跟你做伙，你底下幺八都有啥物跟你做伙啊？李东岳男朋友是一个外送小哥。我是卖只有你好无？就算其他查甫人对我更加好，嘛无可能好无？副总，有人来撞邪呢？报警，该检举。我是无钱，我还袂散车，才会去盗用公款。其实想要一个家庭，还佫需要两边顾好，想怎这么困难？为着咱全家伙的厝，你一定要忍耐。四叶草，恁哥是讲恁是公司的幸运草？哈，我甲你跪了好不好？恁只不过是人人拢会当待一枝草，然后阮到心碎的狗。狗有需要为着一间厝？大家安尼受苦受难，咱要有家己的厝，安尼才会当安稳过生活。我跟你报仇，无想要做狗，想要做人，第一个就倒去吃狗屎。恁就是做社畜的命，虽然人把咱当作路边小草，啊，不过咱来做一个让人打雷劈的四叶草，姐妹同心，其利断金。过正话，要照顾伊个母亲，我都一定会做到够。即卖你是要用什么款的理由去找郑慧英母囝？遐拢是袂见光的代志。这世人哦，我唯一的愿望，就是找到恁爸爸。郑慧，但找一个人这么困难。我阿妈早就伫二十八年前，伊放生你，放生了这个家，我是要叫啥爸爸？无你家早就该死啊！你找二十八年啊，无任何结果，表示这件代志已经结束啊。这个查甫对我来讲真重要。对于真重要的查甫人，到底是啥？在阮家打扫工，家做伴郎，阮媳妇是足老贤惰的，啊，未输我孩子嘛，真是戆的。我是来干这个事，当老爹的第一妹。我恁小潘，学霸奖都学领导的物件，再有这种报应。你以前跟雷锋是不是有什么恩怨？我一定要让这件代志变成一个秘密。爽！我让杜奇都会干白啥款？你这不是在做生意，你是在向我宣战。你也不是白雪公主，我嘛不是坏皇后，我想要做你孩子。我会想办法，不让你受你心不会气。身边的人到底是谁？我跟你讲，不要说话。你这段婚姻内底，你跟你妈妈都是受到我温情的啦。你是叫我改什么名啊？你出人命啊吼！你敢那会记？水塌起来。你只是一个家里人啊，是有人煮事一样在做的。是你叫我去乌孙内行的嘞？我是叫你去学伊的清茶，不是叫你去学做菜。伊不是你的出气。你是本家的女主人，你所谓不满，敢是要跟信雄阿伯拼一个输赢尔？爸，你敢真正要救一个反背你的人？总经理的位置，敢有比咱家底下的感情搁较重要？你若认为无重要，让好我来做。追。安迪罗爱比林胜过爱江山。你什么身份？咱能嫁伊这种查囡仔？凭着这么善解的人，无得靠会出卖家己的身体去行者。李冬雨，你劈腿了？陈小春甲伊骂，就是里应外合出卖咱的公司。你假做甲伊话，假做甲我告白，你根本就是在利用我。开车。小春。你想呀？偏偏叫我是讲家己当麻雀变凤凰。
工课上的代志我会当忍，啊，不过若是欺负我的妈妈，我是绝对袂忍。真正凶手不是伊，是孙丽红。你给我拆穿啦！好啊，连阮家的病情，我只会当牺牲。拍算要干，尽快就将百分之十股份指定留我政府的物件。这么多年来啊，用命在替你打天下的，是我彭耀武，不是陈振辉啊。陈振辉是啥？这其中一定还有你不知道的事情。妈，人是会变的，就算恁感情更加好、更加亲，也是袂堪的这个世界现实。陈振辉无在算啥，你凭什么这么战斗力？我只是要提一个当借条，在我有需要的时阵，会当温柔对待我的家吼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、讲我三句话，就讲是对我施舍无悔的女王。大娘，我回来。我安的心肝根本就无我，干哪有别人的某？孙丽红，我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水在人欺负的钢铁匠。那不是我要来救你，是你爱来救我，放你煞。来，我介绍阮爸给你一个。准备好啊！相信，愿望就会实现。明晚八点，请准时收看三立台湾台最新八点档大戏《晚梦》。